进化，有感而生，擦亮金钟，耀眼未来。第五十八届金钟奖戏剧类节目造型设计奖得奖的是樊世清、舒怡如、张家富、李素馨、郭俊岳、许正峰、张明科、傅雅金、周素月、翁静怡、陈雪燕、霹雳冰封绝之碧血玄黄。由于设计在妆造、发型、服装上的呈现十分精致，不同的人物还会运用不同的服装材质与饰品，在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平衡。谢谢各位评审给霹雳这个机会得奖。然后因为我们组长樊世清先生因为身体不适，然后没办法来到现场，然后他得奖感言我帮他表，把他表达传达出去。不好意思呢，我看一下手机。没想到去年在金马奖上台，今年金钟奖又把最佳造型奖颁给了 PD， 再次感谢评审委员们，这给我们 PD 布袋戏是很大的鼓励跟动力，也谢谢一起跟我们努力的伙伴们。在这里谢谢导演黄强华先生、亮勋、郑佳，没有你们对布袋戏的推广跟坚持传统文化传承的精神，布袋戏不会走到现在。感谢戏迷朋友支持，也希望文化部能给传统戏剧更多支持关注，延续台湾传统戏剧的传承，让更多年轻人才加入，继续让传承发扬下去。谢谢大家。最后这个奖项献给我们的永远的八音才子黄文哲先生。